雷比跟阿瑶，阿瑶切入禁区夹球再送，田敏这边是一个大空档，在四十五度角 ，another three， 背靠背的两记。命中率高的情况下，孟祥家现在改变成盯人防守啊！哇哦，田敏这一次是强势的一个切入 ，and one。好，后面跟上的是麦卡洛，但是球脱手滑掉，反而是快攻再回球，施晋尧给到铁米。哦，阿瑶上来在这几传到铁米的出手，哦，这个球又被拨掉，哇，铁米眼明手快啊，直接暴扣。没打，挡拆之后，陈佑伟切到禁区，这个地板球砸得精彩，给铁米得分。哇，铁米接着空手切来的像。A B， 这次外线偏了，铁米哇，班巴纳在新沃克的头顶上转身两分拿到。对，所以在内线的一个攻击上面比较没有什么影响。对，投篮命中率并没有特别的高。哇，这个脚步相当的刁钻啊！没错，紫薇已经观察了好几次麦卡洛的出手动作，都有类似的情况。好，现在由他来防守，铁米有点开小，看起来就越来越大只，而且都不是那种瘦长型的。麦卡洛这种身材反而是比较吃亏的。哇，在外围的 crossover 之后呢？但是看起来钢铁人不受影响，球给铁米，转过身来面对篮筐，三分线外突然间的拔起，铁米 unstoppable。